Hello, I'm Hong Huijian. We encourage you to download the Taiwan Social Distancing app to help with COVID prevention. If you've been in contact with a confirmed case, the app will send a notification warning you to monitor your health. If you are a confirmed case, don't worry. Information uploaded will reveal no personal data. Using the app requires no login. Just turn on your Bluetooth and allow the app to send notifications. If the app shows a running clock on the home page, it is recording your contacts. Users can also check any contact with positive cases. The Taiwan Social Distancing app helps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COVID prevention starts with you and me.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超越巅峰》。吃完粽子啊，回来收收心了哈。我这张图表是比较暗一点，没关系，我们借由他们的电脑画面图，我跟各位讲，请你把这几个数字记一下，好不好？这很重要。这条叫下降压力线，这条叫季线啊。这是0.382、0.5、0.618。你这个整个大概的方向你要确定一下，这波反弹我们怎么在进行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大盘哈。大盘事实上今天已经把这缺口补了，很明显可以看到这缺口是16617到16649，这个缺口今天完全封闭啊，这个缺口完全封闭，因为今天高点是16654，654就是把这个649给封闭了。那接下来就是再一次挑战季线。我上次说过0.382的位置绝对不是这一波的满足点，这叫季线，这条黄色叫季线。那各位你也可以看一下啊，为什么我说电子股你要特别留意，你可以看到很明显这条黄色线，像各位看是不是费半是让它反弹在礼拜四的时候已经来到季线，所以这一波真正的重点就是在电子股。我这样讲各位清楚了，这条叫费半的季线礼拜四的时候已经有碰到了。那有观众朋友也会问，我看好这一波电子股最主要的原因，你今天你也看到很明显电子股实际上也要来补这个缺口嘛。实际上电子类股已经有来碰到一次季线，那它会比大盘强是因为它下降压力线它已经突破了。那你看大盘的下降压力线还没过，所以一定是以电子股为主，这样各位清楚了吧。我解盘解得有够干脆的哈。那至于说哪一些个股是你们每天看节目你有看到的，这鸿海我也讲很久了哈。鸿海我当时也跟各位讲说又来了，你慢慢看啊。鸿海我说要攻了，然后5月27号那一天我就跟你讲说你要留意的是台积电、联电、鸿海嘛。我相信有收看我节目你都很清楚嘛，我就是跟你讲这三档股票，你电话有拨通你都知道嘛。那鸿海强不强？强啊，很强哈，那么大的角度的上涨。那联电呢更强，联电更强。联电事实上你要这样看它这条叫季线嘛，我上次说过季线它慢慢会勾上来的嘛。我如果把所有均线给你看的话你就很清楚了，5 20 60 120 140，它季线扣底马上又要上去了，
然后当它扣底到这个值的时候，是左下右就会上来，它慢慢会这样勾上来。像它现在季线已经勾上来了，你有没有看到季线勾上来了？那就代表说，它这里的一个底部形态已经非常工整了。我们上次也跟各位说过，为什么联电我那么看好它？你看 K D 指标你就很清楚了，它是不是出现股价创低，二次黄金交叉往上叫背离？所以我们会对联电这样子一直跟各位讲，你要报报报报报报报，一定要报。其实已经讲很久了，关键我从第一根我就跟你讲，它会变成我的代表作了。你慢慢看下去，我不是今天才跟你讲的。你就这段期间你不做其他股票，你做联电的话也 OK。你大概买在45、46块那边，你就慢慢看它会涨到哪里去。我早就讲说是代表作了。鸿海我也跟各位讲，我说要攻了哈，我都有讲啊。我不是说今天看它涨了，我才跟各位讲，哎呀，你看吧，鸿海联电不是啊，我跟各位讲很久了。5月27号就跟你讲台积联电鸿海要攻了，你也不要说我今天才讲的哈，我这个都留着，这满足点。买卖点，反正你电话拨通，你都知道嘛，哈。我还要跟你讲什么？你看这正文今天也创高了，观众朋友们，你说收看超越巅峰的节目，你们要的是什么？你们常常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嘛，对不对？我跟你讲正文的时候在这里。我还把所有的字卡拿给你看，我还说他转投资的时候平均成本是25.51，当正畸拉上来的时候，你就不要小看他了，正畸拉上来的时候他就会动，这正文突破下降压力线，我都有讲嘛，我都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那你就慢慢看下去吧，今天来到31.45了，你们放假的时候也有看我在讲这档股票，那今天又创波段新高，把这些缺口也封闭，所有均线马上站上所有均线之上。我不是今天才讲的，上次背离我就讲了，股价创第二次黄金交叉往上，不管是在夜市财经台，或者我在 Lite， 我通通我告诉你正文。你们可以帮我作证啊！我现在不是要你追的，股票可以买的时候一定有相对的位置。我当时会讲正文，我说三月份他老板都买了，他老板都买了全数套牢。那他实施库藏股票，一直要从4月20号到6月20号。上次已经跟你公布他买的均价是买在这里都有，网上都有可以看。他买了8200，还有12000多他没买，他均价在29.39。人家都有跟你讲了。我也不是今天才跟你讲的，就涨上来，我恭喜你们。你有收看超越巅峰节目的，你有收看月食财经台的，你们都赚了哈。这台表哥我也讲了，我最看好第三季的就是台表哥嘛，对不对？那你们就慢慢去看嘛。我说你自己去想想看嘛，你们现在去追富鼎还是买台表哥嘛？明天是苹果的发表大会嘛，我最看好苹果今年就是 mini LED 嘛， mini LED 嘛。那我先跟你讲，他4月业绩不好，他5月也不会好。为什么？因为台表哥被封城影响，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他第一季已经赚了历史次高，赚了 4.18。 我问你，大家都知道说4月不好5月不好，为什么法人这不是我估的，为什么有人把它估到16块、20块？你明明都知道说它4月、5月不好的，可它为什么还是依旧看得好？就是因为你 mini LED 的复合成长率太高了，复合成长率太高了。我也跟你说过了，你要我比较。我星期五跟各位讲说台表哥已经涨了69%了，
我星期五也算给你听，我说基期安位置嘛，台表哥赚的比较多嘛，对不对？我都有讲啊，啊，这是5月31号台表哥啊，这6月6号、2号的台表哥，这今天台表哥，我只让你知道说，其实选股不难。哦，我们都有直接跟你讲，那你不管说大盘震荡什么的，你心里你要有个负案嘛。我只是说我把我做股票的方法，为什么我要把基本面跟你讲得很清楚？我要你们加入我的 LINE 群组，因为我会告诉你你要注意什么。所以你们还如果还没有加入我 LINE 群组的，你赶快扫描。你像我正文要发动前，我也跟他们讲，哦，我说哦，你要注意哦，开始要动了。我就希望让你们了解，其实你们以前可能有些人加入爱赖你，原从来都看不到东西，可是你加入我的，你一定看到东西。我已经早就跟你讲了哈。那我今天有一件事情麻烦各位一下了哈，倒不是说因为。真的漂亮啊，联电啊！我之前是在10点半的时候，在夜市财经台是直播，是礼拜二、礼拜四哈。那我这个礼拜的直播了哈，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在57台，我也有盘中连线嘛。我这个礼拜的直播哈，是每天的，从明天开始啊，我让你有点不一样的感受了。我们盘中怎么看到一些股票为什么会涨？你有看电视直播的，其实你夜市财经台，你再翻回去看，你都知道，我讲股票是讲在前面让你验证。哦，我最近才开始直播，从富彩，然后到西华，哦，然后到正文，到台表科。我不是涨上来我才跟你讲，这还没涨的时候我就跟你讲。那我也会告诉你基本面，我也会跟你讲技术分析我的看法。所以你每天盘中你如果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的，你要可以在夜市财经台的11点20看我直播啊。我借由今天这个平台就是跟各位讲，但是我也要知道你们觉得盘中直播对你帮助大不大？其实我只有两个选项了，第一个就是你要选择一的，我可以电话通知你的这档股票。你如果选择二的，你就扫描就好了，你扫描你也可以知道这档股票。我要知道到底你们现在除了收看我盘后的收看我盘后节目的人，有需要我盘中每天这样跟各位讲讲有哪一些股票你要注意的，你们需不需要？所以我今天就是都是同意嘛，我这样比较好统计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你年纪比较大的，你不会扫描 QR code， 你立马也在卡电话的，哦，你哪有需要？要打工，11点20看我直播的，啊，你电话卡来，我这张股票先给你，因为这张股票。是我假日我找到了一档股票，它刚好要突破下降压力线、量能反而量能线。那这档股票很漂亮，是所有均线向上，站上所有均线之上，这也会变成代表作了。我会写代表作的，一定有它的原因啊。OK， 那你如果说你觉得打电话太麻烦的，那你就直接扫描吧。你如果二也同意的，你就扫描。我要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人需要盘中直播，你知道吗？因为抓不准。目前我自己在统计，我之前在开播的时候，大概，哦，因为刚开始直播嘛，我也不用说膨胀，我膨胀多厉害，大概200人左右了，在直播要看我节目，大概200个人左右。但是我今天盘后也再度说明说，
有没有需要看直播的？我现在了解一下，因为我要让你想看的人，你拨电话进来，或想看的人扫描，这样才有意义嘛？你不想看的人，你就不同意了嘛？你不同意，你也不用打电话，你也不用扫描了。你们看我节目也是啊，我解股票，我从来不会跟你讲如果假如的。我一直非常看好六月份有一个行情的主要原因，我也跟各位讲，因为投信你要想，投信买太多了，你现在遇到六月份是一个半年做账，第二季做账，他会不做吗？而且我跟各位说过，是我最早在节目中讲，我说其实有一些投信的操盘手和外资的操盘手机关系还不错了，那既然外资之前卖过头了，他现在要重新来台股买股票了，鱼帮水，水帮鱼是可以做到的。这也是我最早在节目中跟各位讲。而且我必须跟各位讲，你如果看美国股市的走法来讲，很明显的可以看到领头绝对是费半嘛，对不对？全世界都有。你费半这段期间来讲的话，它有几天会从低档这样拉上去。可是它扣底到高值的时候，它只要重新站稳的时候，它在左下右上的力道会有多大，你知道吗？所以未来绝对是以费半为主。所以我们同样看我们二三年电子股也是够彪悍的嘛，它已经来，它是先突破下降压力线，又来到季线压回，然后再往上嘛。那你再比较一下大盘，我们不可能说只看到季线而已嘛。那真正以后要拼搏的是这条线，叫下降压力线。要怎么过下降压力线，我们就有想法嘛。要不要让它过？股市不是说我说了就算，就是那么群，那么多的人在做股票，他的想法在哪里嘛？那你觉得今天这波拉抬是什么情况下让股市里面拉抬的更顺畅？观众朋友们，是什么类股在动的时候会拉得比较好？当然是电子类股啊！我二六类的运输股，我早就跟各位讲过了。我说你等电子股 OK 行有余力才动它嘛。你所以说其他的，有人会说啊，金融股，那你金融股就在年线这边整理，就先整理就好了嘛。你要看是谁有机会做攻击形态，当然是它嘛，它有攻击形态的嘛。我叫你分清楚以后，你就知道说主流在哪里嘛。对不对？我是不是最早也跟各位讲，我说这波来看的话，联电会比台积电来的强也没错。我说鸿海在这个期间里面也要开始要动了啊，果真你看看整个洪家军也在动。 anyway， 我们怎么样在大家吃完粽子以后可以在这个月份赚到钱，一定要好的开始。所以你这张股票一定要拿，我把它称作代表作。那我今天也顺便做一下问卷调查了，因为我这个时间定出来了，每天的11:20直播啊，你同意的啊，你要用电话通知的，你打来就说啊，我同意，你打来同意嘛，啊，我就电话通知你。那你也可以选二嘛，你选二的人就是扫描 QR code 嘛。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要知道说，有多少人需要在盘中？你也知道我看盘的功力不会太差嘛，我想在盘中陪着各位，不要说盘后我来解盘的时候，对不对？其实盘中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已经知道说这个方向在哪里，未来主轴在哪里都很清楚。所以麻烦各位，这档会变成代表作。你要获得这一档股票有两种方式，基本上就第一个你同意的，你说我不扫描 QR code， 我要电话通知，可以啊，但是我也要知道说你打电话进来同意的有多少人，我做个统计，我也可以从 QR code 里面我也知道有多少人是同意的。那同意的人越多，当然我们做直播来讲的话，会觉得有那么多人在看，我们就会对自己来讲的话，我们要更努力一点嘛，对不对？因为说实话啦，一个平台的建立是要日积月累的，我们要把它建立起来。就比如说你们很多人习惯看57台东森财经台看我盘中解盘的，我现在固定是在10:40嘛，
现在固定了。前一阵子是因为有去帮人家代班什么，有点跳，现在固定大概在10:40到10:50。我已经在那边已经做了12年，10几年，所以我会在盘中，我基本上我有看到一些未来趋势，我会跟你讲。那当然，因为夜市财经台是一个新的媒体，我讲直播了，它跟无线三台有线的这个有点不一样啊。也就是你们现在觉得最夯的那叫做那个 YouTube 是不是网红？我不是要当网红啦，我只想在不同的平台里面，针对我对于当天盘势的看法，借由最及时的你看到我，我告诉你，我们可以，我可以帮你分担一些你看不懂的啊，比如说技术分析，有些人会问。这里有没有出现背离啊？背离有两种嘛，一个是低档背离收敛，一个是高档背离叫扩散，它未来走法都不一样。对，那既然我看好六月份投信有做账的机会，而且主攻部队是在费半，我们要做的是电子股，那一定有很多电子股在这个月份会发光发热。所以就麻烦各位哈。我夜市财经台每天11:20要直播，我要做一个问卷调查，会送你这档股票。你如果选择要电话通知的，你打电话进来，我们就直接告诉你这档股票。那你如果直接 QR code 也可以啊，我也了解说有多少人需要。我这两个加起来我就知道人数了嘛。我也不瞒你讲，我现在，大概开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本来在10:30嘛，差不多平均我开播的时候大概200个人看左右了。代表是有200个人需要盘中要看直播嘛？我是希望说人越多越好嘛。既然你们都有在做股票，你们又蛮认可我的技术分析，我又开放一个平台给你，那就请各位捧场一下，对不对？你让我知道说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其实开播的目的也才达到。其实不要看说每天11:20，其实11:20的变化很大，因为它刚好是，对于有些上班族准备要去吃午饭前嘛。那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段啊。夜市财经台每天11:20直播，你同意，你可以选一同意的，你就我电话通知你这档股票。你也可以选择 QR code 得到这档股票。我最主要是要知道有多少人希望我在每天11:20直播啊。麻烦各位啊，你同意的也可以借由电话打进来啊，说我同意，我要这档股票。你也可以扫描啊，你要这档股票。那。记得明天11:20，我们面对面直播啊！进广告，谢谢。动荡不安的时代，才能创造不同的价值。388时事造英雄专案。帮助您在困扰的环境中成为股市真正的英雄。英雄专线02-812-5858。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顶尖团队顶级享受，软体下载专业研究。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8512-5858。全新的操盘策略，全新的尊荣服务，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8512-5858。涨停，涨停又涨停，你抓住了吗？亚太国际精英团队，眼光犀利，经验老道，专业领航，强势获利。亚太国际投顾陪您拥抱财富，02-8512-5858。
么财富累积都是一步一脚印，所以你如果说你本身你的基本功你扎得越扎实的话，你稳稳的每天有获利，这样就很好。我不是那种所谓要带你去找那种奇奇怪怪标股的分析师，我是一步一脚印的分析师，所以我知道我的专长在哪里，我经得起考验，所以我愿意在盘中每天跟各位面对面。当然你们有问题也可以借由盘中的时候直播的时候可以留言下来，我可以回答的我就回答。那我也可以借由盘中跟各位讲一些心法，比如说我常跟各位讲做对的可以加码，做错的时候停损，这样你会赚的比较多。那基本上我再说一次哈，月子财经台我们现在定的时间是每天的11:20，你现在看到我节目就把它记下来。那你用两种方式，你如果同意的人哈，你可以用电话打来，我把这档股票送给你，因为这档股票要大涨了，因为它的下降压力线已经过了，拦都拦不住了。那你也可以选择，你同意我的人也可以选择直接扫描 QR code， 这样我才可以知道说有多少人需要在盘中让我帮忙。好，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